ChineseFN.com 一个赚钱的网站，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富豪节目啊。今天呢是我跟校长我们两个人呢录制啊。这要连续录大概可能搞不好得有两周。哎，对对对。所以说比较遗憾，这个主要是我把这个颜值给拖累了。没事，实在是那个明天咱们录节目的时候你剪一张。那个哦，王老师脸蒙着啊，对，哎，不乱老师没意思，你剪一张苍老师的贴脸。哎呀，这我怕节目禁播了，直接。我剪一张高数的贴。我怕节目直接禁播呀，咱还是先听这个录音吧，先听王老师今天这个录音。好的。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股网红达人Warren王给大家播报今天的收盘分析。那么最近两周呢，我在国内哈、中国出差，所以呢，我没有跟大家汇报一下，我的最近的战果哈。那么今天非常有幸再度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晚上呢，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哈，但是美股呢依然是不变的，也就是说这个枪手的一个。退休的枪手呢在Mandalay Bay 啊打死了超过58个人啊，在一场音乐会的演出当中呢，他从32层楼的房间窗口呢向外射击啊。但是呢美股呢出现几乎是没有变化，而且继续高开高走，标普高开了5个点，收盘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道琼气势如虹，上涨了 152.51， 纳斯达克上涨 20.76 啊，标普上涨 9.77 啊。那么很多朋友投资朋友说，为什么市场碰到这么大的恐怖主义袭击呢？没有任何变化啊。首先我想说一下，今天是美股的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的第一天，通常在月底月初啊，特别是季度变新的一季呢，基金呢都会换股换仓换股，所以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两大指数哈、三大指数纳斯达克、标普和道琼不断创出新高，虽然纳斯达克100的表现还是一般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的整个的市场的氛围呢是都是非常期待两件事儿。第一呢就是川普呢是还在谈论他的这个减少政府的监管这一个利好。另外呢 Bank America 美国银行呢也说这个川普的税收计划呢无疑是对市场一个巨大的一个利好。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恐怖主义袭击啊，虽然是 ISIS 跳出来说啊他们是有功的啊，他们是这位美国大叔呢64岁的大叔呢他已经规划成 ISIS 的成员。但是从情报来看，这个纯粹是一个个人行为，而且是一个美国人，他并不是一个 ISIS 组织的一个成员。好，所以这个是孤立的事件，包括拉斯维加斯的警方也表示啊，随后的枪击的出现可能性是非常非常低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股市呢是完全抹视了这个那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惨案啊，高开高走一路走强啊，盘中呢几乎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个商品期货类由于美金的继续上涨以外呢，从板块方面今天的整个的这个走势呢可谓说是毫无任何的一个缺点啊，整个的板块上涨的幅度呢是都是可以说是利好啊。同时第四季度的这个季报呢，第三季度季报将在10月初呢展开一个新的序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生物科技股板块涨幅靠前1.88%，networking、disk drive、insurance 等等这些都是靠前，但是 commodity 无疑受到美金强势上涨的影响，和原油服务都是下跌。今天原油是下跌了1块多啊，所以其他呢都是涨得非常的不错啊。生物科技股领涨啊。那么在9月15号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提到了一只股票叫 HMNY， 这只股票呢从9月15号我们提醒大概3块钱涨到14块钱，今天是13.31啊。他们是做 movie subscription，
啊，这家公司 HMMY 呢 ，HMNY 收购了一家专门包月票的一个公司，而这个包月票的 CEO 呢，他正好是以前在 Netflix 工作，而且他在他也是Redbox 的一个 CEO 啊，所以大家呢把这个公司呢称为电影行业当中的 Netflix。那么这个是9月15号，我们在收盘节目，包括凤凰的这个公众号当中，我也提醒过大家。那么今天曾经高开高走啊，但是呢盘中呢有所回落，但是收在收盘就是盘中的高位啊。另外 ChineseInvestors.com 代号是 CIIX， 我在上海呢聘用了这个一个美容化妆品界的上海滩上的26名元老之一，叫汤春芳啊 ，Fiona， 这个是新加坡的这个公司保健品公司的一个 CEO， 中国区总裁。他们在2012年斯利亚，他们在2012年呢被印度的公司呢以 1.5 亿接近 1.5 亿美金吧现金收购。那么这条消息公布以后呢，市场非常的雀跃，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汤小姐呢她的领导才能一定会带动 CIX 这个带有 CBD 注入的美容品呢在中国市场打开销路呢，在有了一定的新的切记或者一种新的希望。今天成交量也是非常的大啊，超过接近60万股啊，涨幅呢是靠前20%。好，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好的，听完录音然后回来的话呢，我们还是校长呢先介绍一下盘面吧。这个沃老师其实在录音里头已经提到了，这个今天咱们在直播时候，直播中间交接时候还在讲这事儿，什么搞拉斯维加斯搞这恐袭啊，西班牙搞这独立公投啊，对对对，这东西搁以往都是大事，对，搁现在都是小事，对，对大盘一点影响没有。就今天这个盘中，我们来看这个标普，走这个一分钟图，我们来看，哎呀，这反应还慢，估计也是被吓傻了，可能。今天一分钟图啊，它就这段，就是这个 ISIS 宣布我认领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袭击，我认领了。当然还不知道真是不是真的真是他，但是他反正就认领。然后呢，让市场慌了一下，慌了一下之后，也就慌这一下，之后噼里啪嚓就直接开始往上涨。所以说呢，它你这 ISIS 现在也就这点作用，所以说就能够看到市场里头现在这个乐观情绪啊，往上冲的还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呢伴随着呢是这个 VX 指数，它呢同步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挫，这看着样子的话大有一点要打一下前期低点这个 8.84 这个意思。对，所以说的话，就现在市场这么一个乐观情绪，我觉得是不太正常，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超长的一个行情。因为按理说这些事儿没有一件事儿是小事儿，但是市场却完全置之于不顾，只吸收利好消息不吸收利空消息。对，这欠债总是要还的呀。先存着。对，这开始还的时候，等我们大家都把这事儿忘了，涨到这个2250了啊，下一步咱们就是2600整数关口了，准备往上冲着往上冲啊，然后啪给你来一回调，回调呢幅度大点，把前面这个2466到750这个地方缺口一补，那估计大部分人都得蒙在这儿。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今天这个行情？首先来说呢，我们在周五写这个每周啊周记，当时呢在文章当中提及过大盘。大盘的话呢，到目前为止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呢是小斜率的震荡上行，另外一种选择呢就是目前的这种状态，就是每天收光头阳线啊，基本上每天收光头阳线。咱们把日线、五月份日线调出来，基本上就按这个节奏啊，是这个可能会比这个节奏稍微弱一点，但是每天就收这个，然后连续性的推升啊，连续性推升，进行一个高位的逼空行情。那么在这当中的话呢，其他的股票啊都可以说反弹呐、如何如何，但是有一档股票我们大家要注意啊，就是英特尔啊 ，INTC，INTC， 我是大顺，对，这是道指成分股，
也是能够说是一个科技股，也是能够说道指的成分股等等等等。但是呢，它把15年的净线啊，在今天全都突破掉啊，15年的，校长现在画的这个线还是短期的。这是只是一个5年期的图，因为15年图太长了，我可以把它加长一点。对，这就是15年了。这将近二十年了，对，他把这个地方就给挑了。对，所以说呢，大盘在这个点位上啊，启动了这种超级大盘股啊，那么对指数的影响呢，会非常的明显啊，非常明显。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启动这类的股票的话呢，有它一定的用意啊，用意。那么最简单的用意就是控制指数啊，控制指数。那么所有的大盘股啊，那么都可以被作为控制指数的一个工具。但是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股票啊，都已经在历史的高位，是历史的高位。那么除了能源啊，这个刚刚反弹一波，现在有点休整的这种状态，其他的股票基本上全在历史高位。这个时候的话呢，把一个在低位埋伏了15年的一个票拿出来啊，今天这个直接的创这个15年的这个高点啊，净线位。所以总体上来说呢，控制点位、控制指数的意图非常明显啊，非常明显。那么真正到个股上的话呢，在这种位置上呢，就是鸡犬升天，然后普涨啊，这种行情。所以总体上来说的话呢，指数从这个位置上可能走一个匀速的向上的每天收阳线的这么一个节奏，每天多少你不涨，你不进场啊还涨，你不进场还涨，啊每天可能都会是这么一种节奏。这样的话呢，形成了一个在高位的一个逼空行情。是，实际上这一点在前两天这个三胖扔氢弹，然后刮飓风，但是指数的话呢没有一个向下，在低价位形成两个台阶向上推，实际上已经有体现了。我们在盘中当中也说了，这个该跌不跌就是要涨。就是要涨，所以说呢，在这个位置上，大盘我们轻易的呢，不说拐头，不说见顶啊，这个会有一个逼空的行情。但是呢，这种逼空行情啊，发生在历史高位，那么连续性的推阳线，就有一点点强力又多的味道啊，强力又多的味道啊，在这个位置上连续阳线，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在某一个交易日啊，突然间的有一个反杀性的阴线出现啊，突然性的反杀阴线。虽然这个时间呢，可能连现在咱们说呢还有点过早，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我们心理上要有这么一个预期。对，晨钟暮鼓嘛，这事儿，今天早上咱们在盘中直播时候，老师们应该也都有听到，也都提到这个事情，就是看多归看多，但一码归一码，看多时候。脑子里头有根弦绷，给它绷紧了，就是等着万一中间市场出现什么小问题，我们得有这个应对之方，不能说这个就一路看着我就裸奔了。对，这真的是万一这个潮水一退，那我们成了那批裸泳的，那这就不好。对，虽然我们喜欢裸泳，咱是喜欢别人裸泳，可不喜欢不一定喜欢自己裸泳啊。然后今天啊，这个除了这个大盘走势上，就是像英特尔这种的强力推高，它推高呢不仅能推高道指，对这个纳斯达克也是个撑盘。因为纳斯达克咱们之前说这个板块轮动啊，确实是有，就像这 Facebook， 对，像苹果，他们是今天的表现都是呈现一个比较弱的情况，都是感觉是有点要掉头的这意思。对，对，就这类股票他们出现动之后，也就是说啊，这个市场的风向确实是，哎，这股风已经把这个科技板刮完了，就把前期的一些虚的一些板块就要提上来。这不光是个高位逼空，这还是一个交替逼空行情。对，前面逼空一波，现在再逼空一波，而且呢是我逼空你做看空的，然后你逼空我看空的，双方互相逼空，这样的话推着市场呢一轮一轮的在这个过程中就往上走。对，所以说啊，这个时候就是往上看态度还是比较明显。然后另外一个关注的呀，就是他了。今天不光他，其他就是他，还有这个金子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看这个黄金啊。天然气期间不是，我们看这个黄金，
黄金今天大家都知道，一根阴线刷的，这没什么疑问，破位下跌，走的没什么事，但是这 NUGT 没有进去，NUGT 这个意思就它就有点意思，它底部拉了一根阳线，对，往上小阳线一拉，瞅着如果明天再是一根阳线，那它这反转形态可能就要慢慢形成了，就它跟这个金价出现了一个背离，而且呢，今天出现它不光您，不光这一个天然气，您那片一样，对，跟天然气是个背离，对，这个事儿怎么看？因为很多换方也在问呢。对，还是那句话啊，大宗商品，这个ETF 和股票啊，我们还是要综合的、横向的。如果我们追求一种投资的稳定性。那么我今天在盘中有很多朋友问 UGAT 怎么样，可不可以补仓，如何如何，我说不要补仓啊，不要补仓，但是呢你说割肉在这个位置呢也不用割啊，再等一等啊，再等一等，那么你现在说啊，我想做多股票，那可能我说啊，我那个天然气那小股不错啊，那小股不错，尤其是在今天天然气走成这样的，那么它还逆势啊，向上推，那么把周五基本上这附近的近期的高点吧，啊，就差的几分钱，所以总体上来说呢，我个人感觉在炒作股票当中的话呢，以这种行业的龙头股票作为一个标的物啊，然后行业的垃圾股票作为一个参考，然后呢，再综合的去研判这个大宗商品的走向，那么反映到 ETF 上啊，这个。受各方面的影响，比如说什么美金呐、什么地缘政治啊，等等等等，是多种因素影响。那么这种跳上跳下的行情啊，本身像我们现在看天然气，今天哇一颗大阴线下来，那么 UGAZ 直接就跳下来啊。是。那我手里那小股票的话呢，也是今天的一个跳低开，但是跳低开之后，就收回去了。对、啊、，UGAZ 后面也收回去，它只是打了个价阴线。对对对。所以说呢，总体上来看，我觉得呢，对于行业龙头类的股票啊，我们可以在逢低啊有底部形态的时候大胆吸纳，因为损耗性非常小啊。那么我们可以大胆吸纳，然后这个持有啊。对于这个 ETF 三倍杠杆的产品的话呢，我们一定啊要看到一个平台型的底部，然后有。反转的特性的时候我们才下重手，啊，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交易的那个 NUGT， 对，我们那个 NUGT 的话呢，现在很多朋友问说这票怎么样，我说三十分钟级别呢可能已经止跌了啊，那么想反转的话呢可能会需要一定的时间啊，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再看最近在低价位区间的这个下跌幅度啊已经减缓了。对，这个很关键啊，虽然这几天还是走震荡下跌，但是呢这个幅度已经减缓了。那么 ETF 的产品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做交易的话啊，做交易的话我比较喜欢这种平台型，就这个位置，我们上次开仓的这一点，就说一定要等到 ETF 走到一个平台型准备突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再结合着像我看黄金 ABX 龙头是 GSS 垃圾，然后呢这个 NUGT 的姿态还有黄金的姿态，那当他们所有的票都指向一个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 ETF 的这种产品上呢下重手啊，可以下重手，等我可能大半仓就直接进去了啊，一脚就进去了。那么当这种票走这种微型的时候，走这种像那个位置可能会见底，可能会在这个位置盘整之后走一个微型向上反弹，但是这种反弹的话呢，我觉得尤其是对于杠杆型的这种 ETF 的话呢，我觉得就不宜下重手，我一般下重手都是这种平台型才下重手。所以呢这关于 ETF 的投入呢，我觉得因为它的杠杆性，它的获利空间可能会比较大，但是呢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也是因为它的杠杆性，所以呢在回落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猛烈啊，非常的猛烈、是。那么所以呢在投资的当中呢，我们一定要虽然是同一个板块
这个相同的东西，嗯，但是呢由于它本质和特性的不一样呢，我们在投入上呢也有一个先后的选择，对，而且要有一个这个仓位大小这个取舍，对对对，而且不同的标准，有一些股票可能出来，你像 SWN 那种片儿哈，或者说是 ABX 那种片儿，对，出现了这种微型，只要是一个有一个小上涨平台就可以开始做了。但是呢，像这种 ETF 的话呢，即便出现这种东西呢，我也不会下重手，我也不会下重手，嗯，我只是在旁边看着，除非它有一个底部平台已经准备，火山爆发那种位置，我可能才会下重手开仓。对，因为这种杠杆型 ETF 的话，它本身好打，对对，打一根大阳线。隔天一根大阴线都给你打回来，对 对, 对。但是股票的比较踏实，股票比如说你打个 ABX， 你想打它打出这么个形态，第一天涨，第二天又跌回来，对，这个形态是比较难打。对对。所以说的话，就是炒股这边的话，陈老师也是给大家又提了一个算是一个忠告。嗯。那么这边的话，今天这股票啊，嗯，我呢是自己呢是，哎呀，这只股票还是不能说。这股票不能说，留给会员吧。但是反正又是我一个心里的痛啊，因为就是头前一看好，跟之前一个网络杀毒这个龙头股一样，头前一看好，转天人家就把自己这个东西给提，人家就把这个自己这个销售预期又提升了。我一看，我说气得直跺脚，眼瞅就要突破，就差那一下，我就等他明天一个消息，就啪跳空了。对，然后一下今天又一个上涨，大盘是涨了嘛，一个上涨就直接给我干懵了。我说对，这咋整啊？我进吗？所以有一些股票呢，我们觉得当我尤其是你对基本面这个研究的比较透彻的情况下，我觉得形态上满足的情况下，提前埋伏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一旦涨起来的话呢，像我的性格，我就不追涨，对，我也不愿意追涨，至少我也得等到30分钟有一个调整结束的迹象，我才重新的入场。所以说就像 UGT 这种一小时的这种图形，现在我因为我们三四天之前跟我们会员的时候啊，我说这片差不多在这位置上呢该止跌了啊，这个一直围绕着32块钱在这震，虽然我们认为止跌了，但是呢我还是不会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所以我一般的都是在具备的时候我再悄悄的埋伏进去那种。对，就是我那两个，就是因为之前啊盯着股票稍微多之后，正好看到说有点意思了， 对, 对，是不是要动动手手？这已经是发生第二次了，我希望是事不过三，别第三次再给我坑这儿。就我刚刚准备说好看好，准备开始考虑进场，明天隔天转天就是一个评级，这个公司自己发消息，转天就开始搞这个，那这节奏的话一下就把这个整个操作这个自己的节奏也就在这里就乱掉，这是我近期感觉到比较郁闷的一个事情。然后其实你看前两天你那个1425平仓的那个东西，嗯，中概股那东西，哎，你看那三，没事，现在也不怕给大伙看，也无所谓，哎，也可以、啊，这个可以给大家看，你就是看那个。因为我手里头还留着一部仓位，我那部仓位10几块钱、13块钱弄的，我已经没有成本优势，我又不担心了。对对对对，这种上你就看30分钟，30分钟现在啪又上一个台阶了，又跟着横了，也许横一天，也许横两天，机会又来了。上这个话，上周五一看，他在这个地方半小时图盯住，下影线一拉，有了。对对，就是这一下感觉有了，应该是上周四、上周五时候。对，就准备有，因为他正好打的这个平台的这个地方不动。对。就造型的就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对，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想炒这种线，那它这个均线系统在这儿顶了一次，顶了两次还下来，在这个位置上差不多1块钱就可以出了，就用不着拿那个止盈单去控制。嗯，如果你是看中线的话，那张止盈单就没必要，那张止盈单的话可能到这个地方还会再进场再加的。嗯，所以说呢就是同样的产品，我们不同的投资的周期不一样，是那个指导的价钱也不一样。嗯，这个也是，哎，不过现在后悔下那止盈单，后悔晚了呀。也无所谓，对，这倒没什么，把成本降下去，然后再拿着一部分仓位，心里也踏实。对，我现在这个股票成本的话，我就13块钱，对，我就在这个再往下，那我不担心这个问题。我不揪心它之后跌到哪儿，跌到13我也能扛得住。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上是有个事情。然后另外就之前您炒过那一票，这票现在也可以应该跟大家可以看看。
这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地方吗？这个换成日线，这个票可留恋的概率并不是特别大啊，不是特别大。因为今天也有个朋友，他是正好是转券商，一个星期交易不了。对，这个我看了，结果我们都撤了啊、都撤了。结果他还在里面，还在里面。今天说怎么样？我说你再走吧。我说你最起码把成本拿出去，然后剩下一点票再看一看。嗯，再看一看。但是呢，这个票的话呢，有个缺点啊，有个缺点就是这一次的话呢，高位停留的时间稍微有点长。而且呢，成交量带成交量啊，在高位停的时间有点长，是，然后走破位，破位之后呢，在这儿又反弹，所以总体上来看的话呢，这次高位停留的时间长，反弹呢来的比较急啊，来的比较急，所以说呢，总体上感觉，高位的有一点急不可耐的一种感觉啊，另外一直带量啊，一直带是，我们看上一波，我们看高位一天两天当然直接打下去，然后并不急于反弹，而是在低位埋伏，然后再上一个台阶再开始做。这次呢是高位停着，停完之后开始突然下了一个台阶，对，下来之后然后马上就急于反弹，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位置上可能抖货的这种嫌疑比较大啊。另外呢还是那句话啊，有利润了就直接锁了，这个苗头对就再看看，苗头不对就拜拜，就撤退。那这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也看，就最近换朋友、很多换朋友找这个小盘短时间内爆发股，找的特别厉害，这个我们自己之后也要推一个散户第一金方面的这个新的一个服务，你也是这个散户第一金的这个负责，算是带队这个老师，像这类股票，比如说这个，你怎么看？这可是一个月就涨了七倍啊。不参与，不看，因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在做 VIP 直播的时候呢，这个跟大伙儿也交流，也说了，我说这个市场当中呢，是一个充满了缺憾的一个过程，投资是投资过程永远是这样，是一个充满了缺憾的一个永远不会完美的一个过程啊，永远不会完美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唯一要把一件事做得非常完美啊，必须完美，就是安全，就是安全。因为如果你为了追求一些完美，比如说这个票74.9元是高点，我们要追求在74元卖掉，如何如何，非得要追求这种完美，而把这个安全的这个完美忽略掉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在投资的领域当中，这种生命期不会太长，啊，不会太长。所以我还是重复这句话，短期可能会非常诱人，很多种股票，市场当中上万种股票，啊，那每天让你遗憾的，这一万个股票，咱打比方一万股票，那至少得有100个吧，是1%啊，让你遗憾的股票啊，这个今天涨，那个那天，但是呢，虽然有这种遗憾，但是你如果在安全的角度上达到完美，那么我觉得呢，这种投资的期限是比较长的啊，生命力是比较长的。我们短期上可能会，这只股票一个月翻5倍、翻7倍，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如果风险这个扔掉了，也许我们这个月是7倍。但是也许下个月投资某只股票突然间就变1/10了，1/10甚至于就摘牌，也有这种风险。所以我个人感觉呢，在这个市场当中想长期的存活，长期的在这个市场当中拿饭票啊，拿饭票的话，那么要追求安全性啊，安全性的完美，而不是说股票暴涨暴跌啊，然后做多做空，天天在这当中呢奔波啊，这叫什么凌波微步，如何如何的。但是呢，我觉得做得好啊，武林高手可以，但是呢，我相信啊，天天在河边走，这个，总得失血，对对对，这个事儿的话呢，想追求安全就差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从思路和思维的角度应该这样去考虑这个问题。是，那行，今天咱们就到这�20多分钟了，
行，时间不是问题啊，只要我们能撑得住。呀，有点撑不住啊！这两天弗兰老师一回去，瞬间感觉少了一根顶梁的呀。把药拿来，来，再聊20个小时。那行，那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这个美股富豪。行，咱们明天再见。嗯，这下真的是明天再见。拜拜。